原料，冰冻熟米饭一份，冰冻猪肉片一份，冰冻熟洋葱一份，冰冻葱片一份，冰冻鲜汤两份，香菜少许，调料酱油、料酒、白酒、白糖、食用油各适量。做法：把米饭放入微波炉中，加热两分钟，再倒入碗中。锅中倒入适量食用油烧热，放入洋葱、葱片，翻炒片刻，倒入猪肉，炒出香味儿。制作之道：冻过的猪肉水分比较多，可以放入平底锅中干煎一会儿再炒，口感更好。再淋入适量酱油、料酒、白酒，炒匀，倒入少许白糖，炒匀，放入鲜汤，烧煮片刻至入味儿。备好米饭，将煮好的菜肴浇在米饭上，点缀上香菜即可。